大家好，我是 Commuso TV 的主播 Victor， 接下来为大家报道一个特别的新闻报道。传播学会听闻又有大事发生了，就一年一度的爱上主播比赛又来了，而且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。而今年我们的口号就是展现潜能 Time to be different， 而且来到第九个年头了。我们也都知道今年比赛的时间呢就是呢是了。本台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，比赛的地方好像有少少混乱，我们不如交给现场的战地记者 Ella 为我们报道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Ella 唔该。唔该晒 Victor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台的特派记者 Ella， 我们现在身处在 ER1 爱上主播的报名现场。由现场的情况所见，我身后的人群是相当之虚撼的，还有人因为报名的问题而打起交上来，让我们一起访问一下报名的同学先。是啦，冇錯，是，唔該曬 Ella。 係，由畫面所見咧，我哋見到現場咧係相當之混亂嘅。而今年我哋愛上主播嘅比賽時間啦，亦都會報名咧，截止到去10月23日嘅。所以咁多位同學，你哋係可以稍安無躁嘅。係啦，我哋亦都會有唔同嘅導師為我哋進行培訓啦。我哋交翻俾戰地記者 Ella 嘅。是的 Victor， 我而家就冇事嘅。咁翻翻嚟爱上主播嘅报名现场啦。咁经过保安嘅介入之后咧，现场已经恢复翻平静啦。喺我身边嘅呢一位咧，就系头先有份参加报名嘅同学。咁我哋一齐嚟访问下佢啦。同学，请问你今年大几啊？我系大一传播嘅新生啊。Hi， 咁请问头先见到你攞住张 form， 好似同人哋打交喎，点解会咁样嘅咧？我都唔知点解噶。我睇完条宣传片之后，我就好想报名参加啦。听讲旧年有个大一生一参加就攞咗个亚军，所以我都好想报下。繼續支持我，我會努力噶。同學，你冷靜啲，唔該曬你啊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訪問第二位同學啦。同學，請問點解你會報名參加呢？終於等到你訪問我啦！你知啦，我上年都有參加噶嘛。咁咧，愛上主播咧係有八強噶嘛，而我一定係嗰第九強咯，可能差少少身高啦。但我今年一定要繼續努力噶。多謝，唔該曬你同學，唔怪之你咁熟口熟面啦。加油啊！再接再厲，睇好你嚇。好，唔該曬。咁而家咧，現場嘅情況已經交代完畢啦。今年嘅愛上主播報名情況十分之踴躍嚇，唔知道大家覺得愛上主播值唔值得愛上呢？ Victor， 你點睇啊？唔該曬 Ella， 問我點睇，我就梗係覺得值得啦。如果你又有興趣，又想表現自己，自己嘅口才又 OK 嘅話，咁就立即去到 FSS 樓下嘅愛上主播攤位度報名啦。而報名嘅日期由即日開始，去到10月23日都仲有得報嘅噃。今年我哋仲邀請到林玉鳳教授去為大家做一系列嘅培訓嘅喎，所以大家又有嘢學，又可以增值自己，你仲等乜嘢啊？愛上主播，展現潛能 ，Time to be different。今年愛上主播，愛上你。